你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。我在酒店做那么久，帮很多客人举行过很多很多的世纪婚礼，但是很可惜，我自己连一个简单的婚礼都没有。嫁不嫁？我答应你，和你搞个世纪婚礼。成日都话搞世纪婚礼，搞了这么久，一啲嘢都搞不到啊！咪到你失去嗰阵，你就会后悔噶啦。你知唔知呢个游戏对我意义几咁重大？要懂得珍惜啊！幼稚。我哋好似好耐冇，哎呀，我老细揾我啊，唔得啊，我要复复佢先。你最近好忙咩 ？OK 忙我都。Louis 近排点啊？唔知哦。女啊，你唔好成日女强人上身咁啦，要俾多啲时间陪 Louis 啊。嗯，爱系要讲出口噶，咪到你失去嗰阵，你就会后悔噶啦。知道你讲咗好多次啦。哎呀，我老板翻咗嚟啦，喂，我要开会啊。嗯，食埋餐饭先啦。嗯，唔得，赶唔切啦，妈咪。哎呀，借翻火送。哎呀 ，OK， 下次再约啦，吓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老公，咩事啊？喂，老婆啊 ，body 个 game 咧，又急做紧嘢唔得闲啊，我即刻同你讲啦 ，OK？ 老公，我翻嚟啦！我咧今日啊，特登叫酒店嘅大厨咧教我煲合桃汤喎。你知啦，我平时又都陪唔到你，今日咧就特登嚟翻嚟陪你嘅。喂，你睇边度讲嘢嘅啫？喂呀，我话今日啊，我特登啊买餸煮饭俾你食啊，煲埋靓汤俾你饮啊。有，听到听到。你挂住喺度打机。喂，同你讲嘢唔该，你望住我啊。咁你平时都系咁对我噶啦。打緊機啊！我係做緊 body 嗰個測試版啊！如果測試有問題，我就咩都冇噶啦！你知唔知幾咁緊要啊？對於我，如果佢唔成功嘅話，我點樣可以同你搞翻個世紀婚禮？搞！成日話搞世紀婚禮，搞咗咁耐乜都搞唔到啊！嚟啊！就係搞住只狗，幼稚！我想同你講。Body 呢个游戏一啲都唔幼稚，你知唔知呢个游戏对我意义几咁重大？我俾咗好多心机做，希望可以呢个 game 成功，可以帮到细路仔。如果呢个成绩呢个 game 唔成功嘅话，我点？唉，你中意啦，我冇喺度。反正同你讲乜都冇用噶啦，你都系咁麻痹讲。
事啊？傻女，唔好喊，唔好喊。我今日先同妈咪识方，佢都冇事啊。佢今日就嚟到今日。你妈妈叫我攞啊！我哋以前好简单嘅，想讲一句我爱你，就用笔写低佢，将封信寄出去。呢啲系你爸爸写俾我嘅信。我同你爸爸无论分隔两地几耐，我哋嘅心都系一齐，系因为爱将我哋拉得好近，亦都好珍惜对方。老婆大人啊，阿 Body 咧问你收工未？老公啊，嗯，其实咧我有啲攰啊，我想过翻啲简单嘅家庭生活。啊，老婆，有件事我想问下你，唔知你得唔得闲？我把四季用来爱你。虽然今天就没什么宾客，但这个就是我和你心目中最盛大的婚礼。我把四季用来爱你，眼前彩虹都是因为你。你说你家公司在巴塞隆拿开酒店，刚刚当地有间电信公司看中了 Body Galaxy， 说要带去当地给欧洲的小朋友学中文。我而家就放低晒所有嘢陪你，你嘅梦想就系我嘅梦想。你的爱容我半生冰霜，你的剑取我一世沉寂，赠我梦想的幸福，承诺风雨解脱。